延禧攻略一众演员来香港出席活动，继早一日巡南抵港之后，苏青、吴谨言、许海等人呢日都陆续现身香港机场。现场除了有大约十名保安之外，亦都有数十位 fans 喺度等待。下午四点几，大反派绮晴就率先现身，穿着工人牛仔裤，造型清新活泼。但佢话呢次嚟到香港都有啲担心噶。香港的朋友很热情。对，好像是不知道香港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很好而且有没有骂？没有骂，有没有？本来刚出来的时候觉得应该会被骂，看见大家还是那么热情，应该还好。听讲苏青之后会在活动上面大展歌喉吧？对，应该明天会有吧？明天到时候会有这个部分，对，因为《延禧攻略》那个片尾曲有小唱的时候，会不会紧张啊？紧张不知道哎，不知道明天会不会。另外提到许海梦到被绮晴追杀，苏青都觉得好搞笑啊！对，我们在拍戏比较激烈的时候，就常常他会跟我说，他会梦到我拿着菜刀去追杀他。其实我也有这种状态，只是表面上不说而已。因为大家越来这样的话，就会越来越紧张嘛，所以还是放松比较好。之后吴谨言都踏出接机大堂，一现身就即刻收咗一束花，真系魅力没法挡啊！佢亦都好亲切咁样同 fans 挥手微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谨言。谢谢梅花姐姐。那就是上次来香港是一年多前，然后这次因为延禧攻略来香港，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戏，喜欢我们，就刚到香港觉得很开心。问到之前被指耍大牌的报道，竟然都微笑回答。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，都给这一个新的条件，就都很开心。来到香港，他说有一样东西一定要饮。奶茶，我是奶茶控，一定要喝港式奶茶。傍晚六点几，许海就压轴登场，几十位 fans 随即涌上，混乱的情况可以同韩星一拼啊！但是许海看落就好酷，冇乜表情，亦都唔多讲嘢。唔通啱啱喺飞机上面又梦到被绮晴追杀？